什么是牙龈炎？牙龈是牙周组织、牙龈、牙周膜、牙槽骨、牙骨质之一，直接暴露于口腔中，直视可见，由角化上皮和结缔组织组成，覆盖牙槽骨和牙根。牙龈病是局限于牙龈组织的病变，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慢性龈缘炎，又称为边缘性龈炎、单纯性龈炎，属于仅与牙菌斑有关的牙龈炎。是菌斑性牙龈炎中最常见的疾病。牙龈炎的炎症主要位于游离龈和龈乳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牙龈炎。3到5岁儿童即可发生，患病率和严重程度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增加，至青春期达高峰。牙龈炎在儿童中男性略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于经济发达国家。牙龈炎的症状，牙龈出血，经常是牙龈炎发炎的结果，发炎又是牙垢、牙石刺激所致。牙垢、牙石形成是没有经常彻底清除堆积在牙缝和龈袋中的食物碎屑和钙质所引起。刷牙漱口是清除这些病因的最有效方法。慢性牙龈炎是没有正确、经常的刷牙漱口的结果。预防牙龈出血的好办法。